Here we are me fans. I'm Naoto Fukasawa. Modern life is busy, like the speeding train and rolling wheel. If we slow down time to observe their life path, we will find the countless motion of dot and line in our daily life.此时此刻，我在游戏的星巴克，然后在这里做作业。首先，我得把第四章所有的 exercise 全部做完，然后我还得照一张长廊型的走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对这个作业过于认真，但是我就不太想在学校拍，因为我跟你说，我班上的所有同学肯定都会选择哪一个地方去拍，所以所有人的都要画出来都一样。山鸡坐到了东京，我们现在分钟站就是这条线的最这一段，然后要坐到它的终点站就是新桥，就是其实是想去找一些在这个城市当中跟点与线相关的。在 Realme Real Design 现在用的这个无意识设计呢，很有意思的点是它是抽取在一个这样的城市里面你会遗忘或者不注意到的一些所谓的点与线，在设计的世界里面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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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的所谓的 concept， 因为经常会被遗忘，因为经常会被忽略掉，但是呢它既然用了我们经常被忽略的东西去作为它的设计灵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状态。其实到终点站我们现在走一会儿，再更细到城市的市井和街道里面去看一看。 Let's go。其实原本的目的是去找灵感，去找点与线之间的连接和灵感。我发现其实相对来说点与线我找不出任何的灵感，这是实话。我只是觉得它是一个灵感的构成，它更多像硬件，它更多像是一种方式，或者是说组成的一个非常小的像瓦砖一样的，这样它是一个单位性的。对我而言就是我更理解它的是数学，所以我觉得拿它的这个来说的话，就是它是用它单位本身拼接成一个斑点的图案，确实特别神奇的，因为它极度简单，但是反而是深泽先生做出来以后呢，它成为了一个故事。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我自己本身我是做不到的。虽然点与线就像我说的它是 foundation， 它是砖瓦，但是点与线你可以拿它做很多的事情，就比方说 Tokyo Plaza，你等会儿就知道我在说的什么。这里的话，点线就是它又是一种不一样的味儿，而且其实你知道，首先镜面的它会把一个单独空间的维度，它可以把它再拉得特别深。像你看这边全部都是线，然后它们都造一个聚集点。你在就是普通的楼房，再包括像 stuff like this， it's all like I said， 就像砖瓦一样。现在就是走着走着，我自己就是感觉到，就是说深泽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 see this， 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他就是上一代在跟我们年轻这一代说什么。我做了一个极其简洁的回到最初最纯粹的美，这个 set 这个时钟调成零以后，鼓励我们年轻人其实是 back to 原点，重新开始。我突然突发想法，想到走吧走吧 ，let's go。我到时候拿小型的黑胶唱片，我会挑出大概20到25张我会听的 25 records， 然后呢我会把它拼成这个地板的这个 tiles， 就是把它这样叠成一个长线条，然后呢 take 一个 picture， 把这些黑胶唱片呢，然后呢再一个摆在上面，然后呢我准备照张照片，拿这个手机照这个照片，然后呢放在电脑上再进行一些 photoshop work， 然后呢做出一个 pattern，我可以就叫做 my real homework， real me doing real design doing real homework。
Dear Real Me fans, I'm Naoto Fukasawa. Modern life is busy, like the speeding train and rolling wheel and the swinging clock. If we slow down time to observe their life path, we will find the countless motion of dot and line in our daily life. This time, I draw my inspiration from the natural motion of metal, recognize the dot and line on Realme to present the higher precision and the symmetrical layout. Hope you like this design and get inspiration from it.